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棋局呢，是2016金立智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三轮的一盘主将战。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浙江云林棋禅队的主将金志熙九段和华泰证券江苏队的主将芈玉婷九段。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晓光九段。刘老好，师您观众好。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解这盘棋，这个金志熙，韩国的外援，对啊，是吧？他在这个联赛当中好像发挥也挺好对，的。芈玉婷这个江苏队的主将是吧？是的，这个都是现在当打棋手，都是一线的，非常出色在一线，这盘棋反正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来详细讲解一下。那么之前呢，我们有一些就是他们两个队对阵的一些画面，我们先去看一下。这个是在一个很风景秀丽的地方。适合下棋 对，没错。这就是两位今天的主角，这位是金志韩国熙，的金志熙，他是89年出生的。这芈玉婷，是芈玉婷，年龄比金志熙要小很多，这是周周贺赫玺，喜，你猜，周贺玺是浙江队对，的，这是童童梦梦成，辰，童梦成，这个童梦成去年是在我们辽宁队，今年就变成了这个江苏队。对，好，这是刚才的在风景秀丽的一个地方比赛。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盘棋啊，这个金志熙之黑对，然后，等一下，这个金志熙之黑先行，金志熙是韩国现在是排名第几啊？他本来是第三，但是现在已经跌到第五了，第五了，对，这是现在跌到第五，小目，小对，目小目，这个，对。然后他是走了个目外，金志熙看看这个他是，有所那个什么啊，有所想法对，这个也是特别，很普通，很普通非的。常这常见，个现在，飞一个也很多，下过很多，但是飞一个被一间低价，当时这种多次出现的那种布阵的情况，就是这黑个棋走个下外的士是黑吧？棋走外士然后没但走，但慢是慢我的，好像喜欢下那个外士的还是居多，哦，但是这个都很难受。现在他选的是碰一个，这芈玉婷碰一个，这非常常见啊，立一个居多。但是呢，这个棋呢在此呢，他金志熙是压一个，他没有走下面，他是瓦粘，这个是比较强硬的。因为在布阵的前端呢，都是步调比较少，是走后士，有力量的人呢是比较喜欢这样，对，有力量的棋，这个金志熙就属于那种有力量有力量是吧？而且很喜欢战喜斗，欢战是吧？对，这个棋当然你搬呢，它断外面，这看你怎么走什么，是，现在呢，它是走在这里，芈玉婷走对，中间走一个虚的，那这个呢，先放着不走。这个大飞看起来这个位置也挺有意思有的是喜欢低位，但是这个时候呢，你黑棋也是走起来也有点为难。你比如说你要断，他就吃一个，这个不肯对，的。那要断你帮吃人个家走提的后这了，个主他要不肯，是，这是黑棋所不肯，觉得你这样的下法以后我还想更，如果你虎一个我立一个当然可以，是的，是吧？这个现在呢，他等于是都放着不走了，黑棋不走了，在那挂角。他挂角，对对脱对先了那一对对，带先，是的。就觉得现外面在还是大，呢，这是他拖的，对还他是这当拖，然拆二也是有的啊，但是他是直接就拖了，走一个大雪崩。好，直接大雪崩，这都非常复杂。大雪崩啊，都是让人头大的，因为这个变化太多了。走了一个非常复杂，但是也是下常力，见的，所以之前也都立一个对。白棋拐，短的外面，对，断，这个，打吃，然后他拐一个，对对对，大雪崩啊，要是专门捡这个钉子，可以开一堂课了。立一个，对，
因为它中间的潜在的，对，它然后它是长的，对，这个稍微变一点，然后白棋是走的爬出来了，这会儿翻打，对，这个棋呢，如果你长的跳呢，黑棋比较舒服，是黑棋希望走成这样，所以它粘住，对，这是米玉婷白棋，它是这么选择的。那这个棋啊，白棋呢，我过去下过这样的棋，您觉得怎么样呢？要从作战的来说啊，好像黑棋能走成这样好像还可以哦，因为这个如果是大雪崩前期只要作战，只要黑棋能作战，因为黑棋先行啊，选择黑棋的会多，但是、这个、那黑棋刚才其实有一个变化，它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呢，他可能觉得不太，就是说作为白棋来说，他不太满意啊。对，白棋会粘，他长的时候，白棋是可以粘上的、这个时候。对，但是现在他不肯了。他比如说这样，下个，对，他不肯。但是他觉得这边的黑棋的配置太好了。黑棋对这个，对，他可能这个定式也可能大家会见到过，就比较简单，也很常见。常见，但是呢，也许。不满意白棋，现在的黑棋配置这个配置比较好，所以黑棋才会长在这里，是吧？白棋爬出来了，对，还会选这个爬。黑棋打吃，它粘上，这就成为现在也大家比较喜欢下的。但是这个扳呢，是一个黑棋会难受一些，是个形，对，你黑棋有点难过，稍难过。但是即使难过也得要跳，不能粘啊，粘不好啊。粘这个自己这一坨也是，反正也不好。这个呢，虽然也是虽然打了一个大饼，看着不好，但是白棋的形状也坏，白棋的形也不太好。虽然我不好，但是好歹这个头出到这儿了，刚才比这粘在那儿要好。是。现在白棋得弯出来。弯一个呢是实战，也可应该说也是正确的下法。是虽然难看。但是呢，它实用，比较实用。黑棋跳是往前跳一下，对，这个丁式呢，以前出现过，别的棋手们都这么下过，应该不是他们这个新的走法，不是独创的，不是独创。这就是看他们喜好的取舍问题了，那对于黑棋来说。走得后喜欢作战的话他可以这么选啊。然后白棋呢白棋想煎了一个。确实我觉得这个棋战斗起来的话就觉得黑棋刚才这边的后势还是很有用的。这后势稍微多一点啊。对，如果说不是因为那边的后势的话，就接下来的下法我们可以看到他煎完了黑棋打吃呢。打吃对。我觉得这几个白棋这是不是要拐这个？这是个疑问，因为他很想往这边过来。有那个要被夹死了。对，很有可能被夹住。所以那个要走，不走好像不行吧？那看来还是得拐一个。你既然那几个不能弃，好像这个弃掉有点弃掉太大了，不行。他这个扳也是可以，他你要跳被他长，那还比较舒服。因为这扳是成立的，因为你不能断他就打了贴一个你好像就不好办了吧，这上面要扳住了，对，你这个如果拐我连扳这个就死掉了，已经进去了，已经死掉了，就闷死了，对，是吧，这就死掉了，这个这下什么都来不及了，主要是白棋，这个不行，是吧，所以这个断是不能成立的，不能断，不能断，不能随意断，上面气太紧了，所以你这个要扳这个白棋扳对长这个，这个好像也要补啊，是吧？他跳了一个，跳补一个。那么他赶快要挂那个太大了。如果让白棋走的那面太大了，所以那个是必须要抢的。这面不管了，这面你攻呢也攻不着太多，因为你扳呢他就是退了。他这个很容易做活，一会儿一挤一提。对，你压他就长。这本身是就是最急最急的时候挤一个一提就活了。是的。是吧？黑棋总是活的那个，死是不会死的。就算你再压，他实战压，实战是那面的，对，实战就是白棋压了一个，白棋现在对。黑棋就把这个先收掉了，省得你待会儿先手扳我一下。对，这现在收呢，现在你不肯扳，扳了粘，以后我再点，可能稍许差一点。他如果说黑棋现在点的时候白棋扳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就是说，如果是这样，
他扳，他粘上，上，你再倒，那他就不一定会唱了，有可能扳或者是，反正对，是反正不一定会不太好，对，我先考验一下，不肯了，那个扳不肯，所以他这个也是先七扳点调呢，省得你那个以后有变化，是吧？对，嗯，这样做是这样，对，嗯，这样呢，他就唱这个，这个长也非常黑棋单长，非常重要，对，这个地方你压它就长，本身你封不住它。他不怕，就算封住了，他也是活棋。对，那现在白棋是飞那个很重要。嗯，飞那个啊，飞那个那变得很大了，双飞燕，是吧？是，那个太大了。嗯，他就拐一个，也不小，拐一个也不小，拐本身也那个，拐不小，因为这个棋不管怎么说，还是很薄啊。白棋这块棋很薄啊，嗯，看着，这个很薄，如果不走白棋压过来，不是压的问题，它以后还有可能穿进来，就是说啊，假如不拐，它还有可能穿进来。嗯，现在黑棋把这个穿的隐患都给补掉了，对，补掉，对对对，省得你惦记着这穿。对对对，你那白，白棋想想，反正我也不穿了，我就尖顶算了。尖顶，对。黑棋是走的实战的搬粘，搬粘，嗯，哎，这几招看似是白棋不亏的，不亏啊，对，白棋便宜了，是吧？白棋走成这样，那这个定型基本上，你看一下子就走的就差不多了，嗯，哎，这个大半盘都走了，这半盘都已经全完全定型了，所以说走大型定式啊，所以跟高手啊下。最好跟他走大型定式，因为你跟他走大型定式，你都有谱，你都会背。双方一走呢，半盘没了。他本来如果让你几个子都没有机会，把半盘棋都没了，剩下越来越好走了。对，所以跟高手下要下大型定式。但是主要是，比如说爱好者跟您下棋，他想跟您下大型定式，但是您不让他走啊。那就避开。所以说是应该说。爱好者应该记住，你给他下大型定式，让高手他没有办法，他没有施展的机会了。就是说给，就是说你到最后你犯错误机会没有了。是，所以你棋盘一说，我们都会经常说一个棋盘变小了，就是说就没机会了。对，棋就不太好找了，你从哪儿找不回来了？对对对。现在我们看啊，走成这样之后呢，白棋下面其实是一个可选的地方。白棋啊，这个时候啊，明显的这个地方有个断。对。其实多数可能会补断，我觉得。你觉得第一感是补断？对。这补还补在这儿吧，被人挤一下，粘上要补，我就粘上吧。对对对，可能这个地方纠结着，但是总想补一个。哦。大概你总不能被我家封住吧？家封住了要死了！哎，对你可能拐一个，我估计，可能不是跳，是拐一个。我估计你是拐我一个，对吧？就现在白棋粘，白棋粘，黑棋得拐一下。那么我再跳一个，中央要补强一下。感觉是这样，是一个正常的步调，嗯，是一个最普通的，嗯，就是说最温和的一个下法，比较温和吧。嗯，大概可能会这样。以后呢？再说我这面强了，再扳头啊等等，那是后话。嗯，哎，反正一般先这么走是普普通通吧。嗯，对吧？反正在中央这一手棋，我觉得价值还是挺大的。感觉是应该这么下，正常的运行就是这么，一般温和派都大概多数会这么下吧。嗯，但是这个棋呢是米玉婷下，他没这么下。米玉婷呢，他不这么下了，他走的什么呢？他走得狠了，他要求把木全给抢。他走了一个这个，这个呢，当然是早就大家都瞄在这儿了。可以搬的这棋啊，不，早就瞄在这儿，这是非常一个大的棋。嗯、但是这个，我想金志熙他的对手也是考虑到这个，知道有这个搬，嗯、他也有备而来，知道你搬的，嗯、搬那就延伸到一个复杂的作战了。就作为黑棋来说，人家搬你是没有退路的，你不可能去退的。不可能退，你必须得站。必须是这个作战，必须得站，他肯定不退的。这退这、这个肯定是在这儿。对对对对对，这是早就预谋好的。嗯，既然走了，那必须是这样了，肯定是这个没有回头路，没有回头路。嗯，这个大家都必然是这么作战。是，但是呢，我觉得白棋呢，你可以考虑先铺垫几手，如果你补了，然后咱们再。
慢慢悠悠受受控，嗯，可以考虑那样。对，也可以考虑这样哈。对，你这样呢就没有回头路了，直接就大家一路战到底。的确，他这半期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没有停息过战斗。就战斗是从这一步搬开始的，开始，因为你搬的时候，你人家肯定会断的，这没有回头路，对，拉弓没有回头箭，这已经没有回头的路了，没有了。双方都没有，只能你再粘再说别都来不及了，都是这个原这个形状啊，原来这个形状只能是停滞到这个地方，都来不及这个再走缓和的棋。本来你还在过门几道准做个准备之后，哪怕黑棋再走一步补了一步我再走都可以，但是现在这个作战真的是要拼力量啊，那我跑也是必然的，那就大家看了啊，这个。哇、哦，这个就是大家拼了一个真正的力量，这是没有办法了，纯比力量。哎，对对对对对，这个粘也是没有办法，胡也并不好，被他一长一打，不是好棋。这个现在走成这样之后呢，这个下面就是这个问题了。多数是会打一个我粘住，嗯，然后呢，白棋不管是再走一个任何地方，比如说假如走这个啊，嗯，那么他这个家是先手，这不走这一点死了，对，你得补一个，我得补棋，对，这个就是说被他先手走了这个之后啊，有点难过，嗯，而且这以后这甩在外面，黑棋这么厚了，嗯，这个白棋看成这样觉得不满意，他想下得更好一点，哎，对，就是，那么他不满足于这样，嗯，不满意这个，不满意这个是米玉婷，他从这个班我估计就预计到这个形状之后呢，他要求走这个，走这个他希望你什么，希望这样，你打啊，那太愉快了，我提掉，然后这里有断，你再补，然后我再动手别的，那哥刚才就不是那天差地远，哎，对，差了很多，这是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分界线，嗯，就是一个分歧点，嗯嗯，在这个时候那就是看拼了力量了，这个地方当打的时候，对，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金之熙来狠的了，他我藏在这里，对，这个不能被你抓掉，这个，可能是他始料未及因为走在这儿我这一长作战你行吗，他就硬跳一个让白棋走什么呢，只有冲了，你走别的不行，走这个肯定不行，是吧，走这个你看肯定不行，这一扳这一点要死，你要做这个我这一飞这以后厉害先手，那你这个棋就白棋并不占便宜，嗯，是吧，对，肯定不好，这不占便宜，这不占便宜，这不占便宜，那么怎么办呢，他这个时候啊，哎，这个棋他是走的这个，对不对，跳一个嗯，白棋是冲是必然，白棋往下冲，那么这一走这个，这个棋作战还正好只有打劫，是没得走，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做这个是不可能，现在黑棋可以挡着，对，你这一吃我就粘住，你这一提我这一扳就是白棋死了，是的，那只有这个一招棋没就是没有的选的，这个地方是叫做就一条路两个人都是一条路，作战这个反而好算，下到这里反正都没有别的选择，比那个布局啊好啊，对，容易算，对，对于我们职业棋手来说我很喜欢这样一条路，一条路啊，大家都没得选的时候是最简单啊，经常有那个岔路啊，老选择的时候最难，老是选不对，不经常那个容易头大，一条路没得选，这个路大家都好算，现在黑没得选，拐是不一度过就死了，只有打，一条路，这个打劫也是必然的，不能沾，对，沾了一拐也死了，好，大家只有这个，这是变成了一个打劫呗，现在就是这个劫变得特别大，白棋现在断一个，断，对，这个也特别大，被他一长那收不了，棋筋都对，但是这一提啊，黑棋的劫材也是要找劫材了，黑棋现在找了这个利的，对，找的利的，那个利呢也是一个哎很好的劫材，这是一个现成劫材，现成劫材，对，这变成了一个打劫，嗯，这个劫下面就是白棋的取舍问题了，这白棋如果说现在您觉得他要硬一个怎么样呢，
印在那边吧，印在这儿挡这个，哎，这个也行，这个也行，这个也可以，啊、这个也可以，印它题结，你下面找结的问题，这结不太好找，就是下面一个结，你有点不知道找哪个结。嗯是，这是一个问题。嗯、对，它提结，关键在于结才不好找。它一提结，这下面往哪个地方找结的问题？嗯，这像上面这个角上这、那都看不见了，肯定就不要了。这都不要了，走什么都不硬了。哎、这个太大，嗯，这个太大了。对，剩下它不好找结，关键是，就接下来这个结才太难了，结才的寻找过于为难，所以。嗯这白棋就直接把这个劫给抓了，白棋没有硬劫，白棋把这个抓了，对他抓掉了，黑棋把这个吃掉了，那这个就是形成了一个转换，嗯、这就是一个大转换了，嗯，下成这样，下成这样，这个转换呢，我们现在看到它已经形成了，已经形成了啊，对，这个至于这个转换的得失，还有接下来白棋应该怎么下、嗯、啊，我们先给大家留点思考的时间，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待会儿见，嗯，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你讲解的这盘棋呢，是2016金立智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的第三轮的主将战，是由金智熙对米玉婷啊。对。刚才和刘老师给大家讲到这儿，这个转换呢已经形成了。现在、嗯。现在他把这个角给拿了、吃掉，那么这个被黑棋吃了。这个它不光是木，它主要这个棋啊是棋筋，把这个都变成铁活了。嗯。就是。这个不单吃的木啊，这个都是没有负担了。嗯，这个变大了，是其实这个很大。看起来这个转换还不是大家想象中就是单纯的木数。他这个吃完之后，这个变成了毫无负担的硬棋了。对你再走这边，这所以呢，那个棋筋呢，我怎么觉得还是很大。虽然角吃的不少，嗯，或者把这个拽出来，这个、这个棋啊，如果这面没有特别的攻的特别的东西啊，我怎么觉得那个还是不小吃掉？嗯嗯，那就这就是判断问题了，关系的厚薄。判断、嗯。对，现在呢，白棋啊，当然这个飞一个也很大，他没有走，他是在这个地方走棋，小尖了。他怕黑棋在下一步再扳住也是很大。对，他这个小尖和扳住相比较的话，小尖尖住在底下都快成空了。啊，他扳你吃他一长，或者扳完本身的有个叫吃。对，嗯，这空一下子就压缩好多。对，所以这个确实也看着很大，这小尖。但是这个多不管怎么多一手棋，现在是该黑棋啊，这看着是不小啊，这不小，但是这个地方还有个断，看着是不小，但是这个棋呢，那个是它没有负担了，这都是硬了，它在这个地方补一个黑棋扎钉，黑棋哎黑棋砸钉的，嗯，黑棋在这个地方砸钉的，在这个地方砸钉，这个砸钉啊，本来是白棋要飞的，先砸钉的，它是要这个棋，如果你在这儿。被他再走一阵都是空了，他还攻着你呢。嗯，哎，他连守带攻，这个本身也是很大的棋。对，手脚本身哎、本身也是先手手脚手目都是很愉快的，对对对，非常大。嗯，这个棋呢走在这儿之后，其实你要说现在还是很乱。嗯，这个地方他现在。有被吃的可能性，哎、这个黑棋啊是不是逃，啊？那这个呢，跟这两块呢，等于都在拽着。对，这是处于一种对攻状态。对攻状态。但是我觉得好像黑棋这看起来还，这几个子还挺舒服的，因为这个贴是绝先，然后这儿冲了呢，好歹这还有一个眼，做眼地方。对，这个棋怎么定型是一个学问呢，那、怎么定型很难下啊，不知道走哪儿，不知道往哪儿定型啊，嗯，那白棋看着是往这虚哗哗的走一个或者怎么着，往这个地方走一个或者在这中间走一个，感觉是应该往这一带的走一走，他实战跳了一个，他是往那儿跳，或者过来一路，或者是再怎么样，我总感觉这样。但这个跳呢，米玉婷这个跳，我觉得黑棋啊，下一步的选择，在这个地方点一个。你觉得他单点比较好？单点好，
单点，如果说白棋现在接上的话，啊，比如说他接上，接上，那么然后您就冲完了，是不是？待会儿要点的。对，现在这有个点，哎，我觉得这样。这个贴是绝先，然后等到他接上了，这冲出来就很厉害。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样是不是可以考虑先点一个？那看起来这白棋的棋形还是不太对。我飞过来，飞过来。歪过来一路。对，歪过来。往这儿一路。对。啊对这个棋，哎，这个跳，这是这个芈玉婷她跳了之后呢，金志熙冲了一个，我觉得应该先刺完再冲。嗯，他没有刺，他是冲的一个实战，对，冲一个。那么再点可能就不一样了，再点人家粘在这面了。嗯，啊，他是震的。他这个招法也挺有意思，这看着好像是自己要先往外跑的意思，但是他先去要。把白棋的头给他拦住啊，这个下的挺硬的，嗯，下的够狠的，够狠的，嗯、够狠、嗯。这个棋在这么个地方，其实你看自身呢还有点问题。现在他要攻这个白棋，现在白棋是走的这个、嗯，这个地方作战，我觉得是值得探讨的地方挺多的，嗯，有很多可选的地方。但总体来说，我觉得白棋还确实有点难办。白棋有难办，可能您刚才说过来一路过来好一点，过来一路、嗯、过来一路好一点。现在他搬的啊，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不是有没有可选的地方？这个是不是拐啊，还是怎么样？先拐这个吗？啊，对，哦，要是我有可能会不会拐一个？您拐这个是吧？对，哎、这样啊，这样是，这样啊，嗯、你搬。我拐，你大概是走这个，我估计。拐打。拐打，对。嗯、然后再走这个。那这个看起来黑棋有点悬了吗？这块棋，我怎么觉得要死啊？这个会不会死掉啊？这样的棋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嗯。啊。这个棋死可能也不至于吧，他是冲了、搬了、双了、断了。你看着特危险。特危险。哎，他这个棋，你看他为什么不这么下是吗？啊，觉得很奇怪。他是实战是他，您要拐的话，他是不是有可能会嗯断打，这样会好点吗？断打。那断打您是不是就尝出来就可以了？断打有可能已经可以接受了，就。如果就长让他活到底下去，已经挺满意了。对，就这样就行了啊、嗯，就干脆直接就做活就完了。嗯嗯，我觉得可以考虑。嗯，这样挺好的。这样挺好、啊。对，那这个黑棋没贴一下，就这个他是太奇怪了。他们走得很强硬啊。对啊，看我们。我怎么觉得我这个地方对杀，我觉得这样对吗？这样你看，我看实战，他是这么回事，是走的实战就是这么下的，不具备完全的这个必然性。这个贴一个，应该黑棋早先贴也是他的，是啊，也是他。什么时候贴，白棋都得赢。哎，应该走。这棋筋总不能被吃掉。那没有贴的话，我这个拐如果成立，当然很重要，嗯嗯，很厉害的。先走上这个，再走这个呢？那当然，你现在不能搬了。搬挖断了。哎，挖断了，你这也不管吃不这吃这个你也受不了了。这全掉了，对，这夸一瞬就没有了，这不行、啊，哎，所以到这个时候就没有的变了。好，他这一长，然后他贴走，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点是一个点在他腰眼上，他很难过，非常难过，点着他难受了，难受了，嗯，哎、啊，你现在不知道走什么了，嗯，多。这个太难，这个太难受了，这个太难受了，是吧？对。后来我想，刘老师，就现在这个时候，白棋能不能？白棋还有。反正就我这连也是连的不舒服了，我就干脆做活算了。但是这个掐断也是受不了，这个。对啊，就这确实很难受，我不得不承认，确实很难受，很难过，这个也很难过。但是这个就是。这个也相当难过，也属于这没办法了，就得临时应急了。这个也相当难过，这个棋你这个要活，这门外面这一搬就跟死的差不多。
搬了基本要、嗯、要有点惨，看着外面要这两个都先手外面要被夹死，那不行。对，如果这样也不行。这个都是两个先手。嗯、所以他这个棋呢，这个点一个恰到好处，点到他腰眼上。哎，对，粘上他这个双了一个，嗯、这个也只能这样。这个被他一点呢，也是让他不舒服了，因为走这个，你看。这个、搬一个就搬断了，他就走这个，他单挤也行，但、是这怎么都断了吧？真是，这个就麻烦了、嗯，这个麻烦了，嗯，这个就好像要断掉了。那所以您刚才拐一个，我觉得黑棋是没法收拾，怎么办？刚才那个拐一个是个机会，我觉得要可以考虑一下、啊嗯、对，他这个是，我看这个棋谱是这样走的，他没有先拐黑棋，棋谱上的顺序他没先贴掉，对、哦，哎，实战啊。现在黑棋这么一点，白棋粘上，他双一个，他拐住，这一点他不知道怎么办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他在这外面断，寻求外面的那个借力啊、嗯，这个白棋也走了个实战，黑棋也走实战的了，他搬一个这个，这个实战手，的确是个实战手，你不能粘了被我冲断了，对，冲断受不了是吧？所以白棋是粘这个，这个时候呢？他也没有粘被你挡住、嗯、干脆他就来一个这个，他全连上了，就都连了、嗯、实惠是实惠啊，有实惠的、嗯、是彻底实惠，嗯，这个倒是一个简单的，都把它也算是一个连上，也有点小空，算也基本满意吧，我觉得黑棋挺满意的，满意了、哦、您觉得呢？我觉得是稍还算可以，但是这个时候白棋呢，是不是也应该理智一点，选择别的？比如说，嗯，白棋这个时候长这个不知道怎么样，长一个巨大，长一个，那他这边是不是要动手了？赶紧，比如说断一个，对，断一个，断、嗯、断太大了，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现在有点不知道了。你要吃到他，因为这里还有借力。嗯，你看这里它有顶出来，有跳出来，嗯、这里怎么这个借力一下？这个你要想吃掉黑棋是不容易。嗯，很想在这个地方尝一个。对，黑棋要不就选择这个断，也有可能，嗯，这个顶出来也是挺诱惑的。诱惑的，好，很想下。那现在他没有尝，嗯，没有尝一个，尝一个是个本手啊。现在黑棋白棋是走，白棋跳了一个，他要求把这个空给围好。跳一个，他是走的这个，嗯，拐一个，接上。这个棋，我觉得下的有点财迷，给人感觉。如果落了一个后手，这个地方我不肯。有点财迷。我有点觉得不肯这个。他要求就是把这几个子都吃掉了，因为现在黑棋这个顶基本也不成立。他提完了跳在这儿，这个子的位置啊，对，差不多刚好就刚好能够吃掉，跑不出来，刚吃掉，哎，对，基本上就把这个给摁住了。这个对，他是这么考虑。他确实这步棋的这个目数很大，要么、啊、目数是很大，这两招先不交换，或者单并也可以考虑。但单并的话，这里的位置就没那么好，他可能就有可能就是这个棋和这个少、啊、不做交换。嗯，是的，哎，但那边就不一样了，可能是不是也是一个考虑？嗯，啊，那现在走成这样，是目是白棋这个挺多，如果把这个吃了，目都挺多。白棋目数很大、白棋目很多。如果说单拼目的话，嗯，这个地方不作为，主要拆二，让他把这吃了，这个他也回家了。黑棋控不够吧？那样拼不过白棋、嗯，应该拼不过。所以白棋这个策略，我觉得还是他挺拼的。对，我先把目全捞了。现在黑棋啊，这个时候呢，他必然他得要有所作为。嗯，就是说不是吃这个，就是要吃这个。嗯。或者那脚上都得有事儿。对，他是走的什么呢？他先从中间开始动手。先从中间，实际上你这个棋呢，如果你在这儿补一个，他被他吃掉，再走那个，应该说这个棋呢，也是小胜负。嗯，黑棋有可能稍厚一点，或者怎么着？哦，小胜负也得慢慢收，慢慢收，少小胜负。但是这个他不肯被吃啊，这个也很大。但我觉得他这个白棋肯定是不肯这块棋就这么被人家活活吃掉的。对，断一个大吃，长一个。哇，这个地方搬这个一路走过来，嗯，
他这个棋呢，这个有一个道铺啊，他走在这儿的时候，他是一个双。对，这个地方，他挖一个是把这个吃掉了，是吧？挖是吃掉了。啊，又打了一下。但这边等于说黑棋这条线全部封死了，人家这个打吃还先。打吃先走，这巨厚无比，他这里势必要动手了。实战就是这么下的啊。是啊。其实这个棋啊，他这个棋是不是干脆打掉算了？啊，他后来就走不着。现在我觉得就应该打掉，就打掉最好。就现在直接就交换。他这个有一个什么区别呢？就是说，他有可能拐的。哦，拐一个。他有可能拐。有可能拐了，被他提了。因为拐是先手。但是动手之前先走掉啊。比如说现在走这个，如果打吃你也可能也顶不着，哎，也能顶，能顶。对他打吃的话。哦 不，他打吃不能顶，顶了被一冲这个、哦、一冲这个有个断，打吃这并不便宜，不便宜，这全冲掉了。对你只能提我，是啊，干脆打掉。这个棋啊，黑棋就打掉你提这个，对，我再动手，这个地方就是一举。我动手是我是想这样，我觉得最狠的是什么？最狠的是尖这个，尖这个，这个最酷啊！直接我就要你命，直接要你命，要么那个那边、这个这样的是比较直接，这样直接，啊，你这块棋你就要么逃、这好像这块棋已经没法逃了，这样我觉得是一举就要拿下了，是吗？哎，见胜负了，就要拿下了这棋。那么实战他没有这么下，实战。我们看、他没打这一下，主要是对没打黑棋，这个棋就不同了啊！打吃，长贴这个，这个棋呢，你再打有可能来不及了啊！他走的扳，这个棋就是考验把黑棋了，他和刚才那个不一样。刚才你既然打完之后自己不能随便打的，现在不同，现在扳是白扳一个，你是退还是挡？你退一个，侯一个又难受。他不肯退，后退一个以后还有冲一个，那个没法弄了，心情不好。打一个是必须的，所以就挑最强的下。最强。这个棋呢，白棋还长了一个，还长了一个。这白棋也够狠的，够狠的。这个时候还要跑去长一下去，继续考验你啊。然后他打吃。对。啊，当然你不能长被他争掉，他先吃一个。他弯这个，哦，这个时候再长，这个时候他小尖的，长掉吧，长掉，那长掉也行，长掉反正也是先手，再小尖这个，这时候打就来不及了，就现在打不着了，打不着了。那之前你都转了一圈了，这都损了一圈，再打人家那面走棋了，再打人家这靠中间，对，不一样了，这在你在这儿不是这一靠你就翻盘了，现在呢？黑棋走什么？黑棋胡打。胡打，他是想你如果长，他就粘住。对。白棋如果长，他粘住，但那白棋这块死了。这块棋就死了。啊、哦。那么他提劫，必然的是吧？然后他来这个，那变成了一个这样棋。这个棋呢，他本来想着你叫我吃，把这个抓了，我吃一边，你吃一边。他提这个，你吃这个，把这和平了。那样黑棋觉得还行。而且黑棋上面可以就走的，就先手先让他苦活一下。这个时候他走的狠，他走的这个，他包吃。哇，这个太狠了！哇，全部给他包住。先给他打成一大团。对。然后呢，这个时候他是走的这个。其实这个时候啊，黑棋就应该管就算了，是吧？就算了。这些转换，比如说他这个当然巨大，但是你这个点角，点三三，对，只要角上有棋，这个棋黑棋就可胜，就赢了。只要角上能够出一点棋，吃不到黑棋，这个白棋的控不对，这个死了，你只吃这个，总的来说这样黑棋好下。也那个脚上就闷着，只要出棋就行了。一般的情况，那个脚上是吃想要进杀它不容易，不容易。对，这样是黑棋比较简明的。嗯，那么黑棋没走那个，黑棋走的什么呢？
黑棋啊，这个棋他在这个时候他去叫吃这个，当然这个是太诱人了，打吃太大。打吃，然后先手啊，但这个时候白棋走了一个最特别拼，他特想，别拼的，他把这个吃了，很拼。那当然是太天大的大他说：“棋你了，想要吃我的话，我中对。间反正还是能他熬过去。是什么？他不，他是吃的。他说我吃在这打儿，让吃，你提，对，我白棋黑棋我还这能儿把还这个有一个提提掉。掉，对，我把这个提掉。哎，你提这个，我提这个，这把这个吃了。其实这样白棋还不肯，白棋来了个狠的，他长。他这白什棋么意下的思特啊？别拼哇，走成这样，他居然脱线了，他把这个提了。我当时都觉得挺不可思议，这怎么能不补对，把这个的？提，这个当然很大了。这个就双方的死活问题，还有这个厚薄，什么都有。这目本身非二常十大，多目，非常大。他说：“你如果提这个，他好，就击打是吧？我击打，你冲，你大概这样吧，你大概是这样粘，我走这个，你提这个，那么我吃这个，你粘这个，好，我这变成了一个打劫了。这个劫。”是什么？是等于是连着目的打劫。我这儿也回来了，这儿也回来了。那你现在说，我提了你，你黑棋，你要再打这个，那就不是劫了。他把这个粘上，这是吃了目了，带目的。所以这个白棋的非常顽强。我这也要那要，就逼着你来给我打劫，你损进来，我再给你打。那个也占了，这个也占了，这个米已经下得非常强。我把目数全给占了，然后你就看你看能不你怎能，么走。能不能把我吃掉对，这块能不能打赢我的这个劫？对，这是最狠的一种最下狠的法，一招，拼得特别凶狠。对，因为他正常下，他觉得他不行了，所以他才选一条这么艰险的道路。这个棋下得非常的有意思，这个米亭是最顽强的，拼搏。对，最顽强，没错，那看这个金志熙啊，他走的什么？黑棋飞下飞来，下来，这个很大，这个一尖就死了。如果你只是把这个吃掉，他尖死他也不行，所以拐这个，这个夹是个好棋，考验一下你。如果立的话，我多一个半个眼，我一下就活；立的话，本身就我这一立就活了，是的，就单在这儿一立，这儿有个挡先手，那个脚上还能活，你什么都没得到。你刚给我打劫，我就给你硬给一个拽着，所以他难受了，他在这儿点了一个，黑棋点，他这个点呢，由于这个角啊，他这边黑棋有先手，所以这个白棋这个角其实现在挺危险的，看着，并不是那么容易。对，这个角其实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这个角怎么个活法？你要说活。应该不是问题吧？那总能活的，我想想。最狠的是这个对拖，啊，拖一个，这难道还能吃了我了？我就不信。搬了我就断，对，你贴在这儿我就二路爬，对呀，这时候倒是活了。要这样的话就活，能不但能是行？活完了之后他给你揣这个劫，这但是讲完他没劫有走，财他多，没这么走，这是最简单的活，他是爬了一个，白棋下的是这个单对，爬，单爬。在这儿，那么说，这个棋黑棋是接上，粘上了，其实这个也特别大，特别大。不是如我果真想把觉得这个八想再吃掉，他点的时候，那也不能脱先啊，都想脱先的。想现脱在你先是走完吗？之后，被黑棋再走，黑棋是走的那个爬吧，黑棋是爬的，黑棋爬的是吗？这样如果全吃了，那就不一样了。你看它粘上。我倒觉得这样白棋反而重了。对。你这棋怎么吃了？你只有长着硬来，你不能被它扳。这边还有着，现在黑棋来个狠的，它是尖了一个，对，这个太狠了。这个大角给白棋了，这个家这都给他了。他不跟你算目数了，他说我这边我要杀你，我就要杀这个大角我给白就是要棋。杀这个左上这个大角，全要给他杀了。不是他是走的什么？他是搬，他要求什么呢？搬你搬我就粘上得了，如果白棋扳住的话，搬他就我就粘粘，上是对，吧？这样。你假如你虎，你虎在这儿，我搬粘这个棋，
这杀气总是黑棋，黑棋就粘上就行了。是的，哎，你总不至于被我冲断吧？这冲断就外面气太紧了，白棋不用弹杀气。黑棋这个也先手。对啊，这个都不要谈冲，不要谈那个什么了，不用给我谈收气的问题。收气的问题没有，没什么可谈的。所以这个棋它是还绝了，这个棋啊，嗯，当黑棋搬的时候啊，他去搬在这里，搬这个，搬的这个，搬这个，嗯，这个都想象不到，搬这个，他你如果挡他立下来是活棋，他要这样来。哦，哎，我怎么觉得这个棋我研究了，我觉得就应该白棋黑棋就应该粘上啊，单粘是吗？单粘呢、啊？您觉得这样它已经？我觉得这样好啊，这个啊这样是好棋，你里面、嗯、你粘我就吃，你里面没活呀、啊，嗯，没有活，里面是那我能长吗？长，对你只能有长一个、哦，长一个呢，我倒是觉得这样棋啊。这样，你大概只能是这个是活棋，对，但是这个吃了，这中间的就已经，这个我走完，我先是把你搜刮成这样，之后我再来揣劫，那这都是劫，一个劫，这都是劫，一个一个，这都是一大堆的劫，那我再来提了做劫，我把钱吃饱了之后再给你打劫，这个棋就白棋不行。这白棋不行，哎，白棋不行。这个黑棋就搬的时候，黑棋应该单粘是吗？对，应该就单粘，嗯，最好。这个棋是黑棋捡明的，嗯嗯，黑棋应该先把这个扒一层吃了之后，再来动手这个打劫，你这个棋就无忧了。嗯，现在他去走这个，这个看似是个妙手，你当然一粘，我再粘，那就进死了。哎，那就进死了，已经进死了。你粘我粘，你走我就那是进死、哦，粘了之后我再断，那都进死了，就先点完了。嗯、但是，没想到你粘我粘，你扳我断，那当然死了。现在他知道这个是要点，他先断一下，提前先走这个，所以以为是一个。刚才黑棋就应该粘上，这个你黑棋再长，他一挡先手，这个有个利，活了，活了，嗯。反而是成为了你只要吃它只有这一招了，爬回来、哦、哇，这个棋有意思啊，到这个也很顽强，这个也很顽强、你如果粘上被它冲断，那个气也是黑气长，嗯，哎呀，他们下得太顽强了，对，下得太顽强，觉得意志和这个体力都是太顽强，他是意志在这儿，让人很敬佩啊、这个、他们这盘棋很钦佩，太立下来太能杀了啊、哦、杀的这天昏地暗，断一个他打吃，哇，这又搞了一个这个大劫、那个、提掉这个劫，我觉得不如刚才那个粘了就让白棋活了揣这个劫好、哦、这个劫就有点重了、嗯、他现在铺这个，当然只要他能吃着一边就行，嗯，他提了是吧，他先打吃了一下，哦哦，他铺的时候他是这样，他先铺的时候啊，对，这个时候白棋啊，他打吃。我觉得这会儿他们肯定都读秒了，是不是都没有时间做判断？对对对，你说对，这没有时间就在数目，双方都读秒。这个目又是这么庞大，这快100目去了，真是都读了秒呢、嗯。然后在这个地方绞杀的天昏地暗，是啊，嗯。然后黑棋粘上，反正我不知道我这个跟你转换怎么样，我先挑最狠的下。白棋如果粘上，把这提了、看来不赢。嗯，那么黑棋把这个提了，白棋提掉，提这个、然后黑棋提劫。对。啊，这个真的是复杂了。中间呢，白棋急打的找劫，找这个劫。嗯。哎，粘上。他找的这个劫。嗯。哦。他先急打的，急打了啊，然后呢，就白棋又提劫，又提劫，哎呦，黑棋扑了一个，在那，黑棋扑这个，对，对，这一吃就没了，嗯，提的，再提劫，对，白棋再找这个劫，找这个劫，对，粘上，对，再找这个劫，那个也就一个劫了，那都哦，这儿扑有一个劫，打一个劫、嗯，然后该黑棋了。黑棋提这个，我看、啊、黑棋飞了一下，飞这个，对，哇，这个是也是一个棘手劫，对啊，那个劫，
就现在看白棋实在是白难棋以没为有劫继的了，这劫材，所以他冲了一个中间。这个不是劫嘛？这个，他挖一个，您觉得？挖不是劫嘛？这个，但是他反过来也有劫，他起还有个劫。是。哦，他是走成这样，他就先抓了一下，抓了一下，然后棋，这个也抓掉，对，有点把像那个黑抓掉。了。哎呦，这对，个黑棋把这个抓了，对。抓，把这个抓了，哇，这个形这成个都转死换了，了，现在。搞了一个这么大的转换，哎呀，转过来转过去，现在黑棋把这个全吞了，但是活了这个，然后中间也那个什么了啊，哎，哎呦，这个棋真的有意思了，下得很下那得个，很精彩，非很常精，激烈。但非是常这个精，黑棋这把收获还是很大，这把这个角全都吃对，掉了，应该。那个还是很大，吃着那个大角了，那个角也很大，这个角好像比这个还大，比这面还大，嗯。然后白棋冲了两冲了一下，个，冲了一个，对，冲了一个，就冲，对，挡住，粘把上，粘上，那黑棋也把这个粘上黑棋把这个粘上，对，粘上，对，然后把要这把个地收方了一下，收一个，对，是，把该收的都给收了，挤掉，把那把个这个粘上，粘上啊，提把那掉。个提了，对，他是走的。这儿白棋走的，哎，走成这样，这个地方是这么定型他团的，了，他这后个来先中冲间，掉，哎，白棋也把这个打掉了，打掉，对，然后把这个提了，对，他吃，对，这个冲白掉，棋冲掉了，对，对，大概是这么又定型，粘上，这些其他也没什么木了粘吧？上，然后黑棋补了，自补了一对，个，他自补了一自下。补了一个，对，这样的话就是小官子走成这样，是。正好黑棋明显的获胜了，是赢了已有1/4子。对，最后的结果就是，黑棋是胜已有1/4子，因为这棋呢，就看起来双方转换的很多，但其实这个双方的胜负是很接近的，最后的目数还对，是，大杀小输赢，并没有大杀差的小很输赢，多啊。对，那这盘棋我觉得还是非常精彩非常精彩。的，下了各种的转换，然后各种的手筋都给大家表现对。了。好，那我们今天讲解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好，再见。